今天来到了我们隐秘的WJJW总部的楼下，来看一下我们公司到底有一些什么隐秘的东西。听说多了一位成员，对吧？这个成员呢，我还没见过，也没撸过。哎，这个成员为什么要撸呢？一会儿就知道了。走，进去看一下。欢迎光临，刷脸，我的脸识别不了，来，依然进不了自己的公司。来，那我今天来公司是来闲逛的吗？哎，我看到了一只猪，啊，你不就是上次上热搜那只猪是吗？对，它叫香香是吗？对，我来闻一下它到底香不香。嗯，我们想把抱起来闻一下，这是燕麦吗？对对对，怎么就不吃了？多吃点啊！好了，乖了，乖了，乖了。哇，它很结实！我的天哪，它没有肥肉。你摸它肚子，是鸡肉。对，好可爱的耳朵，我很喜欢摸动物的耳朵。它的这个毛啊，怎么刺愣刺愣的，像那个洗澡巾，那个搓澡巾。拿手。嗯。我正式的承认它叫香香，它一点都不臭。啊，自己玩吧。摸完香香之后，我要洗手。我们公司垃圾桶都是WJJW的标哎。是上次直播我欠的，忘了签名。这些都是各类奖，这个我没有，这个是什么？钟逸轩的，廖俊涛的。但我们 X9 的奖杯基本上都在我家，上面那个亚洲新歌榜那个也在我家。这是你们的日常补给吗？但是还是需要我们自己付钱的补给站。那这个必须得让老板安排一下。这是他们的专辑，这是火烧的，好可爱啊，好好看啊！他们应援色是渐变，叫破晓色嘛，我记得。你要看到了我们团 X9，这是一个磁带啊。廖俊涛的这些真的做的挺好的，质感。多功能厅还是叫白棚是吧？魔方影棚啊，之前公司搞过一次行为艺术的舞蹈，上过热搜，我们就在这里面，因为当时我在场，就跳了吗？我要怎么跳？就很飞的舞蹈。你是跟谁合作来着？对对对，逃生体。嗯，他们的舞蹈真的是具有观感又具有艺术性。我就当时就在那一块跟烟雪茄待在那儿，看完了整场秀。这边当时我也进来过，像一个什么电影啊或者音乐 MV 啊赏析的一个放映厅，看片在这儿是吧？对，哦，那还挺合适的。这些就是一些他们日常开会用的小会议厅、小会议室。坐到这儿，的确有一些渴了，想喝咖啡。小哥哥，听说你很会拉花，还可以吧？一般说还可以的，就是不错。那你教教我公司，公司还是花点钱，所以直接咖啡豆磨出来，就是大家。日常喝到的美式，澳白的话得加牛奶。按一下，我上一次做这种东西还是在创造营，照理它有一个手冲的，就是要放一个滤纸淋上去。成功，这个叫什么？叫星云拉花。所谓的星云已经涣散了，就拿铁吧，大理石纹拿铁。嗯，这可是全世界最好喝的拿铁呢。偶像感一些吗？反一吧。Cheers. OK, 这就是WJJW公司一日游。Bye.
收工。